觉得臭鼬身上一点都不臭，甚至还有一股香味儿。哇、哦，真上头！之前我对臭鼬存在很多误解，养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它超级可爱，它简直像狗一样粘人，每天都跟在我屁股后面跑，而且脾气特别好，可以尽情撸，又软又滑，像猫一样。它不挑食，基本喂它什么都会吃得很香。好多人觉得臭鼬就是臭的，其实它比猫狗还爱干净。臭气是只有它感觉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使用的自卫手段，一旦跟你熟悉，就算你使劲打它，它都不会放臭气的。我已经决定要一直养下去了。